算除法。我们先来想一想，看看下面这两个算式怎么算呢？我们上节课学过了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算一算，看第一个算式56除以4，我们先列数式，56除以4，先从最高位10位算起，5除以4乘1得4，然后再看5减4余1，所以我们把1写在10位的下面，再把刚才余下来的个位中的6拉下来，再用16除以4，16除以4乘4，这个4伤的是个位，所以我们要写在个位上，4乘4等于16，16减16等于0，所以56除以4等于14。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道题，84除以7怎么做呢？同样我们列出数式，84除以7，先从最高位10位算起，8除以7乘1，1乘7等于7，写在10位上，8减7还剩下一个1，把1拉下来，再把个位上的4拉下来，是14，14除以7乘2，2是个位上的，所以写在个位上，等于14余0，答案就是12。同学们，你们算对了吗？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一学今天的内容吧。我们看这道题，一共有256张照片，用两本相册正好拆完。问题是，平均每本相册拆多少张呢？求平均用除法，我们列式256除以2，那它怎么计算呢？我们来看，用2去除被除数的首位。我们先列数式，它告诉我们用2去除被除数的首位，也就是百位上的2，够上1。看2除以2是不是够上1？一表示一个百，所以商写在百位上，2除以2够商1，一表示的是一个百，所以我们要写在百位上，得2，然后就跟我们56除以2一样的算法啦，再算10位，10位上除以2，我们商的是2。2得4，我们看5减4多1，余下来的数我们要抄下来，1抄下来继续算个位，再用16除以2等于8，2 8 16，16减16等于0，我们看这就算好了。但是妮妮提醒我们一定要记得验算哦。我们来验算，我们上节课也学了验算的方法，是用除数乘商。我们来算一算，128乘2，看2 8 16，所以向前进一，各位写6，2乘2等于4，加上进来的1等于5，1乘2等于2，等于256，我们算对了。好，答案就是128张。答：平均每本相册差128张。同学们，你们算对了吗？好，
下面让我们来练一练。学校订一种课外书，4元一本儿，问500元可以订多少本呢？我们根据题目可以列出算式，500除以4等于几？好，我们下面就列竖式计算，500除以4。我们先从最高位百位算起，5除以4商1，1表示一个百，缩小写在百位上，得四。我们看5减4，现在也有余数了。记住，有余数的时候就要拉下来。5减4等于1，余一要拉下来，然后再把十位上的零拉下来，再用10除以4，是不是商二？这个二是表示2个10，所以把它写在十位上。2乘4等于8，10减8又有余数了，有余数就要拉下来。10减8等于2，二再加上个位上的零。课外上的零也拉下来，20除以4商5。所以我们来看，20减20等于0，没有余数，所以我们算出的结果是125。千万不要忘记验算哦。下面我们来看验算，用125乘4，算一下4520。进二写零，24得8，8加2得10，所以我们要进一写零，1乘4等于4，4加上进来的1就等于5，所以我们做对了，所以500除以4等于125本，答可以定125本。同学们，你们算对了吗？好。下面我们就来回忆一下本节课的内容。笔算除法要从被除数的最高位除几？除起，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，商就写在哪一位的上面。如果被除数的哪一位除后有余数，就把余数与被除数下一位的数合起来，继续除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。